两周甩就五公斤，贺军翔帅捧雷达表。雷达表7日发表2019年新作，久未在台露面的贺军翔，一身格纹西装搭配新款 Captain Cook 腕表亮相。去年为了在中国拍摄新戏，努力锻炼到体脂只剩7-8%，登上人生近期巅峰。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8点起来去健身房报道，然后跟健身教练还有武术教练就开始在练体能啊，然后做有氧啊。那时候刚拍完回到台北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完全大解放，因为一杀青之后马上回到台北，是就是一直吃东西啊，跟朋友聚会这样，然后很快就是把自己又养胖了。为了出席雷达表活动，两周内努力减了4-5公斤。他笑说不怕发福模样见客，只是不想花钱买新衣服。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，正好碰上妈妈60大寿，他也想好了特别的贺礼。那今年就会选择雷达表，对，因为我刚刚看了蛮多系列，蛮适合送给妈妈的。那老婆那么辛苦，老婆也是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是破费日，但我觉得像老婆蛮适合初心赖系列，然后妈妈就是适合这个复刻系列的腕表，还有 Golden Horse， 真的会希望买两只，一人一只这样。时尚动新闻报道，苹果新闻网，你推出新版本，请尽快更新，我更新过啦 ，APP 坏掉了。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。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